没停是吧？不是，我去弄的。哦。如果你们是这种的话，不要去擦玻璃，然后就会那个吸附性的。不是，拍个视频。拍视频，视频里面怎么了？没有帅哥了？啊？这视频里面怎么了？没有帅哥了？啊！我再拍一下，赶紧的。对嘛，就是。还有有美女啊，这里有美女。你拍给你客户看了？嗯。对了，算了。